可以帮我拍一张哦，谢谢。挥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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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准备绿灯了哦，大家注意，瀑布流开始哦，开始。OK， 我们前跑，找选择。出发了，一起创造我们的宁静革命。待会呢，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的车子，准备好我们的。整个不管是状态啦，安全帽记得帮我们戴上，然后请大家记得跟着我们的小队长的行车路线，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违规了。最后倒数十秒钟，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怎么没有声音？再问一次，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还没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呢，倒数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走啦！大家准备正式出发。好，那有我们前方的，有看到摄影镜头，记得要挥挥手哦。好，大家可以后面的队伍帮我们跟上。你等下要临时什么东西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边太危险了，发现太危险了，准备有停下来了。OK， 我们要出发喽！请大家呢，记得要跟着我们的小队长的行车路线，然后也请大家呢，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次有申请路权，所以我们也会有灯光，所以请大家呢，待会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安全。好，大家有经过我们入口的摄影镜头，记得要挥挥手。小队比较多一些些哦，所以就让大家和一起来出发。那我们后方的小队朋友呢，欢迎继续跟上前方的脚步。是外面跟车的吗？不是外面跟车队吗？好像是哦。所以你没有报到名的，你也可以在旁边等，一样可以进来。所以用吉亚做这个区分了、啊啊，你有旗子的，就是在里面的。哦、很聪明哦，他用那个旗子去做区别。我们现在下台北桥，准备坐 GoGo 的车阵瀑布喽。哇，太远了，看不到我们。哇，在哪儿啊？啊？这个瀑
拍照哦。谢谢。好，下一个，一二三，再次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走的慢一点，好，我们执行长走最后一次哦，我们准备要换绿灯了，大家请注意哦，我们执行长走最后一次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挥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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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等压一下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给我们示范，挥手，走走走，挥手挥手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好，准备绿灯了哦，大家注意，瀑布流开始哦，开始。呀，好了，绿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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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我们前跑找选择。